Jeff 影院公司团队呢正在招募人才，我们还需要很多名的剪辑师来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影片。如果你不是本科系毕业的，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，但是我们更希望呢你是本科系毕业的。如果你不是本科系毕业没关系，你好学有收有教，刻苦耐劳，想要学习跟进步的一颗心，我们就希望你加入我们的团队。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，看接下来的资料。其实今天要搬的是113,600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年终的犒赏分红时间。我们坐在这边到了。其实我觉得今年讲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年。2019的时候，我们去了8个国家，然后今年我们一个国家都没有去到。我们去了8个国家，就等于我们带了30个到50个片回来。然后我们在 MCO 其实也整3个月都没有什么出片。其实老实讲，大家那时候应该在晒咸鸭蛋了、外面的市场啊什么这样子很不好。不过我还是要做一个企业的责任，今年大家还是有欢迎我们。我们来跟你们讲，今年很没有吗？今年这个游戏呢比较不同，我们要去除我们的2020的坏运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准备了鸡蛋。我们准备了问题，当每一个人选择抢答的时候，就会从这里去拿出一个鸡蛋，拿起来砸了，熟的你才可以回答，就可以吃。好不好？代表我们虽是高一段落，好不好？你们砸一个币而已。我成功了。我们这一班一单的是总结这里边，所以你们可以可以在里面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只有一颗是不熟的。我们只有一颗换了。这个观众。现在问第一个问题，要考验大家呢，平常上班的用。问Jeff影院频道第一支微电影是什么？你要出去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一个提示，第一个字江，江湖大梦。他的红包可以先拿给他，不过不要开先。是，各位不好意思，贴金你有没有缩水？去年我们一大贴现金60,000嘛，太多了，你好了，拍谁啊？拍谁？所以我们缩水今天只有这样薄，里面1块钱。好，来来来，好来，就站起来会开先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第二道问题。Jeff影院的结婚日期是几号？砸！我也不懂，砸先，砸先先，我二话不说，砸大便。穿这个轮子。啊！哇！14。耶！对。哎，下道问题 ，Jeff影院频道女王系列 Season 1都得几集？我都想啊，其实。女王系列应该是这个。Lens， 你要买？我相信你，我去拿。你确定？没有哇，这题难倒大家，没有人敢答。我相信我们这个掉手机资源。我相信。1、2、3。啊！六级队。哇！哪一支影片先爆红？这很容易啊！这我厉害，这我懂，太容易了啊！这太容易了啊！这大家都懂，应该是 PS4。错错错！哎，去冰厨拿一颗，直接砸他，去去。没有想到这样快就有人要中砸哦！不要打到太有自信，我跟你讲。选择力。答案就是
剪头发。没错，剪头发。是。下一题，金希拉在哪一个影片晕倒？一、二、三，你不要问我，没有人敢，没有人敢答，没有人敢答。啊！来，哎，有把握要答哈，你放回去，你放回去。OK， 打砸先。OK， 打什么？我个大王。OK， 跟那黄振宇不远，还是来喊喊喊。欸、中午你要这样子动，最后要三个。你是剪错的人哎、欸！没有我给他们答案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就算你答对哦，你还是会中这个砸的、欸。这个是第二件事情。我来，下一题。日本 Intera 频道的第一辆战车是什么战车？爸爸的美丽。你先放先。OK， 我放先。好的，下一道问题。这边 TV 频道哪一个影片被指中指？我懂。你懂没有用啊？什么？啊、不是，我懂。哎、欸，不懂啊、哦！你们要先抢啊 ！Lens 不懂啊 ，Lens。我懂，应该是那个。Lens， 你就两分钱。哈哈哈哈哈！成熟的嘞。砸！啥？哈哈哈哈哈！哪两错就够力啊？没事，别错哪，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抢就是影帝拉帮你抢了啊！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如果答错是不是又会砸回去？你帮他砸可以吗 ？Lens， 你可以为他顶吗？你这样，我包钱给不给？我帮他拿布一个。今天你还没有回答哎，答案是狗哥，是狗哥哦。写了吗？他讲答案讲到全村人都听到了。Lens， 反正都最后一题了嘛，这题就由我来了。跟我讲这里是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都讲只有气力手与手。来问问题喽。OK， 问题是这边的 Intera 频道做过巨无霸的食物是什么？全部啊？没有一个全部。OK， 我们要考验 Lens 要讲全部。哦。冰淇淋是对的。冰淇淋，然后马可龙。马可龙要三年了嘞。月饼。哇！邪教的仪式之后呢，我们希望来年每一个人的这个水运呢都去除了咯，所以今年是一个很旺的一年，因为明天就是 MCU 咯 ，Very good， 大家可以站起来。因为这边每一个是支票，所以呢，今年呢我们就没有公布数目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公布呢，在这里总共会派给大家的钱呢，就是呢63600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去年50000。哒啦！准备了50多千的现金要给他们的。MCU 还比去年还要多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所以我们现在从新人开起来喽。哇！OK， 好，我们来看阿豪先拿到的总数比去年这个时候拿到的总数多，就比一个。你记得你去年拿多少吗？3300多。来看一下今年。大我两倍，大我。来下一个万，阿万去年多少？5500啊，5600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万多。万大 boss 库。巴士本来又不是个乱。乐环去年也是跟阿豪差不多，就是3000多。
超过双倍，像 Win Win 去年拿多少？17000都兑完。你的、啊、这个。哦，昨天有发的吧嘞？超过一块也是一块。没有啦，已经超过一块。所以超过去年的17000，来我们两个看一下。这两个去年是15000。都不会上台。去年我拿15000，是多少钱？好，所以、我们也差不多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很开心，也感谢你每一年有你们的支持，然后、照顾了这么多人的一个饭碗。在这里呢，也宣布在2021年呢，我们希望给他们解脱，不用再面对我们，所以全部人就炒鱿鱼。MCO 预计可能是一个月或者是6个礼拜。大家有没有想过 Alex 今年你是哪最佳员工、啊、今年去年去年哈、啊、两年都差了OK， 我先讲一下啦。很多的粉丝观众呢就看到 Lance 呢有电话有车子，他们就留言那个像那个阿龙 Lucas 讲班觉得不公平、不过还有一个人呢叫做 Win 的，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他。来看一下，等一下 Lance 不仅哎呀 Lance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上次 Lance 有宝马，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另外一个 surprise 给 Lance。 看来他真的很想给 Lance。 Lance 给我吃，送给这位同僚，来一起揭晓了。刚刚我们跟大家讲60几千，对不对？其实今天要搬的是113600。妈妈，我成功了，谢谢你妈妈。所以今年我们总共送出了不止这100多千，还有车子怎么样？但是我觉得赚到的要给分享给每一个同事。我只可以把这个版分享给你。江半 ，Alex 有 ，Win 也有 ，Win 有江半。你做好酱酒，你除了会做阿龙，让大家有印象深刻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你可以讲讲。我是阿龙，我做了电工。我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。千千万千，千千万千，你们不像我。我觉得你们就敬请期待哦。会不会是没有？好了，我们的频道结束了，耶、我们玩到这样讲手，不用担心有 Monster 无线吸尘机，可以拖地，可以吸尘，厉不厉害？438块钱吧。赶快去你休息室买我们这个产品，赶快！你们看了是不是心连想一人买一台给自己妈妈用？去那边收钱，那些他们拿花花了，不用去跟他分了。